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金红台长。我想帮我表姐问一下，她是1969年属鸡的。1969年属鸡的。她的眼睛看不到，已经 有超过10年了，连她的背后现在很痛，连她在2月24号会去开刀。他来了吗？我有叫他来，但是他讲他背很痛，不，现在要做椅子都很辛苦。讲给你听好吧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也不要告诉他了，他上辈子是一头牛投胎，所以他到这里来还是很苦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他到人生会受很多苦的。他身上有灵性吗？那看到他做牛的前世是在庙里做一个法师，做错很多事情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但是还是给他机会，他这辈子投人了，但是会受很多的报，你要赶快帮他念经。还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我告诉你，整天的喜欢躺着。现在他一直整天躺着，他不可以坐了。看见了吗？我告诉你，讲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话，当时把庙里的一个方丈一个长老气死了。这就是他前辈子上辈子再上辈子的业，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所以嘴巴不能乱讲话了，明白吗？你现在叫他好好的忏悔，每天念5遍礼佛，看不见跟着录音念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颈椎也不好，脖子酸痛，他的整个的脊柱啊都不好，所以他的腰整个直不起来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一个给他泡脚，血脉循环要好，好吧。第二，要让他坚持走路，咬咬牙坚持走路。第三，他的业障要全部消掉，2380张小房子，上辈子的业才能消掉。好，要放生多少条鱼？放生13000。好，谢谢。好吗？是你的表姐啊？对。你回去问问他，你待会打个电话问问他。对。现在好不好？舒服不舒服了？可以不可以爬起来了？好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叫他要念经，听得懂吗？对，他答应我了，他要念经。还有不要吃活的，最好叫他吃全素。他已经吃全素2年多了。脾气嘛倔得不得了。眼睛看不见，以后呢，讲老实话，真的就算爬起来了，眼睛呢可以给他看，稍微看到点影子，要完全看见很难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我可以让他看到一些影子，尤其他一个左眼还好一点，他的右眼基本上看不见的，左眼还能有希望看见一些光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了。台长，可以再问一下亡人吗？我的母亲。讲吧。蔡有丹。什么菜啊？草字头的菜。朋友的友。最后一个呢？丹是吉兰丹的丹。什么？就是山，一座山的山是不啦？丹。蔡有。丹。有是什么有啦？朋友的友，蔡有丹，担心的丹啊。丹是那个丹丹人丹的丹啦、啊。对，仙丹的丹师傅。蔡有丹，什么时候死的？1995年。蔡有丹，你妈妈？对。长得比较小嘛。
走的时候很瘦。对，走的时候很瘦。几乎没有眉毛，就画了等于有一条很细的。还在地府呢，听不懂啊？听得懂，我需要念多少章帮他？86章，先试试看吧。听得懂吗？好，谢谢台长。你妈妈很苦哎，一辈子吃苦哎。对。你爸爸很强势。但是我不记得哎。你不记得，我现在告诉你，你都不知道的事情，我都告诉你了。你未来的事情我都告诉你的，听得懂了吗？好。你妈妈眉毛很细，就一条。对。好啦。谢谢师父。